穿我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听雨停。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 Now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yeah, yeah, yeah. Now, now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We are now, now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Now, now, now.首先请问两边谁出道比较苦？台面上来看呢，他们受的精神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受的那种另外一种压力就是老板太红的压力。你们在出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痛苦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张杰 一餐一天只花10块钱，真的是没有钱吗？因为那时候对啊，就是比较穷，然后就是搞乐团，就想要进入那种。你是孤儿啊？家里也有点钱吧，怎么会一餐10块？人家年轻人出门不靠家里啊，有志气。我们小时候谁靠家里？十块钱连菠萝面包都不能买。对啊，那时候就吃光子面跟那个养乐多。哎呦，好恶心的配合啊，好恶心啊。吃油的配合餐里面，你是把王子面倒到没有？倒到那个，看你自己配嘛。你今天想要单吃就单吃王子面，那就心情就加上去吃。好几种搭配，很多种搭配，多种搭配。但是还是那个算一个套餐，活过来，对不对？那等一下帮我去买一箱王子面，送给他。OK 啊，其实刚出道日多少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尤其你们是创作团体，对那个脑力开始。对，脑力激荡是非常厉害的哈。嗯，对啊，不过看起来大家头发都还蛮多的，不错。而且如何？就是每一次发片的时候，都会被周杰伦的绯闻盖掉。所以有这种老板，对不对？也是讨厌嘛哈。对，也是一种压力嘛。他绯闻还真不少。对啊。哎呀，真是。其实这很正常啦，以后你们当老板了，你们签的新人，还是需要你们去带嘛。开玩笑，当年我们做孙鹏朋友，我们也很累啊。有打到，有打到，打到哦，就表示有打到。有没有讲？我们一起算吗？当然要讲跟他一起，我们自己哪有人啊？我在那个上海的那个万人体工人体育馆，8万对，万人体育馆唱过8万。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唱很多场，所以。那一场比较不紧张，可是在北京那一场很紧张。多少？在工体。哦，北京6万，可是那是我们第一次上台。嗯嗯。在台湾其实第一张刚发，然后没还宣传才做到一半就去唱。那内地的人有没有很疯狂的？超疯狂啊！你有张杰就知道了。就是他们是直接讲，就是你过来抱一下。超大声，然后抓你，抓你的时候就直接前面命令的那种大王，真的大王的行为。你只要戴个帽子，什么？哎，周杰伦在那边，全部都过去了。对对对。然后车子快被推翻的那种，很夸张。嗯，那你们呢？你们唱过最大的场子大概有多少人？我们也是内地吧，只是我忘了多少人，也是在那种体育馆。不过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举办我们自己的演唱会，让很多人。快了啦，第三张几乎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们觉得他们可不可以？一定可以啊，他们现场超棒啊。那他们决定，然后你们会去看吗？我一定会去的，去完还可以。庆功宴可以找我们一起去吗？我的意思是庆功宴我要送他回家。
你还把目的讲出来，这样人家现在偶像团体都是色配哦，本来就是那个，周杰伦知道你这种性格，他更夸张吧？团体一起出来都会比较，你们团里面谁的人气比较旺？要看在哪里？看在哪里？对，怎么说？什么意思？就是中南部蛋斗，周水系南投，你会听到那蛋斗，很尖啊，超多了，蛋斗，超大声的，蛋斗。然后就签唱会有女生会抢着帮他扇风，就说哦，我帮蛋斗了，不要了，我。蛋德，没有啊，可是在北部都没人理我。北部谁比较屌？他们三个，真的三个里面谁更屌？应该是因为 Laura， 因为她女生啊，就很可爱。哦，没有，就是平常歌迷在那边等嘛，然后就很多人，然后就可能都跑去跟他们讲话，那我就在那边，OK， 那我回车上了。哦，尴尬。因为都男生啊，然后女生会。蛋头要不要考虑单飞出一个台语专辑啊？我想很久了，对不对？我爱南部。没有，南部的人，中南部人都真的超热情，超热情。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张杰跟袁他们也不错，但是他们是在那种内地哦，内地都很极端。喜欢这种钢琴王子跟那种比较颓废的，哦，对，所以去内地我们两个都是先回车上，先回车上。Mama, tell us a part of me.I can't use it anymore. It's getting dark to see. It's feel I'm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